欢简单 simple 的，因为我现在觉得舒服最重要，所以我都喜欢比较纯粹，然后可能就是 one piece， 或者是不会喜欢太花的东西。然后我欣赏的穿搭的话，我现在很喜欢澳洲一个模特儿 Mirna Kerr， 因为她的形象就也都是很健康，然后很阳光，然后她穿衣服也都是就是给人正面乐观的感觉。我现在刚拍完我新拍的一个网络剧叫《我的鬼妻友》，所以现在趁杀青的空档，有比较多的空闲时间可以到处玩。然后，我去年拍的新戏《钢铁之心》现在也正播到一半，就希望大家可以记得每个礼拜六晚上10点收看中视，期待《钢铁之心》精彩的发展跟结局。然后，如果大家想要追踪我最新的动态的话，记得可以上我的微博或者是我的 Facebook 的粉丝团，就可以看到我最新的动态喽。